你转弯的时候能慢点吗？你去撒那个，我来撒这个。啊！走你，你看我撒的速度多快。撒这么慢的吗？你撒完了？我都撒完十分钟了，很累啊。果然还是你陈少熙会撒虾子，突出就是一个精细。那不然呢？你咋撒的？你不是这么撒的吧？啊？你不是这么撒的吧？不是，我是这样撒的。怎么还没撒完？快吃！别老给我浮水面上。原来人就是这么疯的。笑。快点搞回去吃饭了。怎么，劳动人的命不是命是吧？赶紧非吃那口破饭是吧？快点快点。哎哎哎，起来起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你知道为啥我不让你打开不？因为我没带刀，没刀开不了。这个我知道怎么开。那你开。不是这玩意儿，我记得我以前解过的。哥们儿，能行不？哎呀，为什么那把刀呢？解开了都。智慧的人都是这样开的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样轻轻一拉。啊，从来不用刀，人的脑子啊是拿来用的。你看这边，同样的道理，就这么轻轻一捞。你看，这个鱼饲料呢，它就开了，满满的鱼饲料。来捞一把，捞一把，没人拉饲料。起啊！起不来，捞一把。
哎，有你这么拉的呀？这考课的时候没跟你说，遇到伤者你先要先观察，仔细、认真、负责。你这是啥？哎，屁股冒火了一块。来拉，使劲起，起拉，拉起起。你能不能站我正前方拉呢？你能不能用劲？这不起来了吗？上。啥意思？这东西还要两个人搬？你知道这多少斤不？80。来，你起来，我80斤。你走开，我给你证明一下。来，上起。全撒进去啊？没有，全撒糖里。你就直接把这袋扔糖里就行。这玩意儿不会掉吧？来，你给我扶着，我让你看看是怎么一个人撒的。不完了吗？那么简单的事儿，破案了。走了。哎。他今天香香的，他可以抱着他了吸。来，请贵人。不是，亲哥，贵人了，让熹贵人抱抱你。哎呀，哇，好香啊，特别干净。那、哎、你好香啊，哇，嗯，好可爱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，它跟别的羊真的不一样。亲哥哥，让熹贵人抱抱你。嗯，真香。哎呀，今天。和我一起睡吧，哥哥。他为什么屁股一直在抽我？一抽一抽的。他兴奋。好好揉啊，家人们，真的好好揉。好香啊！妈呀，真可爱。太可爱了，家人们。有机会要养只羊啊。谢腰。无论如何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今天必须跟我进苏家。滚！河南，给我滚！不、哎、是，我怎么这怎么求签啊？不是你别，不是让我走，你让我走，你走了我就倒了。等会儿，啥意思？你让我这样是吧？对。OK， 等会儿这求签咋设计的？怎么哗哗掉下去了呢？可以转起来不？哇！我的天哪！很痛。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，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。